赵老江湖怪绝连连，你就是主席。哎，连连要腰了，连连，加。哎，你那边是没有听到我声音吗？有，有，因为我刚关麦。哦，好了，可以开腰了，可以开腰了。腰，既然老外老也在那里腰老外老伯。哎呀，啊，按错了。垃圾，垃圾，再要一次。符印都被抢光了吗？应该没有吧。我再放送一次给你们啦、啊。然后连连老肖你们好了就直接走啦。我再放送一次符印给你们。老肖，老外老啊。今天老肖不在，所以老外老你要变老肖。我的，同样都是老字的啊。都是老字号的，不用觉得奇怪，谢谢。总比那个从不上线的好多了。谁啊？我就不说谁啊。干。干嘛？我们喊一下。来来来，我给你这个。狗嘞，好高啊！前进 Z3 是什么 ？Cyber 了吧 ？Cyber， 但我不要 Cyber。鸟侠，我不要六鸟侠。但我不要图腾，图腾的最爱就是 Cyber。你要单重嫌弃他。好像不是很好哦。对啦，我不能说我不要图腾，我是说我不要六鸟侠。哦好哦 ，OK。你才不是，我才不是为了你要。快罢了，他在那边乱讲话，讲的好像我是真的是傲娇一样，妈蛋。我才不是为了 Cyber 干。哦、oh, ，对，跟大家报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那个日常啊，有望可以提早，可能啊，可以提早在前一天就直接播了。本来是说要在十月中啊，但是好像雷娜最近剪片速度，我不知道他最近是怎样，可能那个更年期。没事，反正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。他一天之内一口气剪了12部影片，哇！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，可是他还是办到。嗯，说不定他设备有升级哦。这么，听你这么一说，不对啊，他都是来我的。不对，等一下，还是什么？没事，我是说，听你这么一说，他家里好像全部的那个电脑都升级了，连手绘板都有。哦，那不错啊。对啊，我的近战武器当然是自制的啊。你有看过有哪把近战武器的名字是这样子的吗？我跟你讲啊，只要近战武器的名字都是这种英文的，然后又没办法翻译的这种，这个一定都是自制武器的。要不然就是刚出来还没翻译完成。那个倒还可以，还那一看就可以知道了。不然就是名字长得很奇怪的那一种，像是凛凛的那一把《Gundam Forever》。那一把就是自制武器啦。你是那么讲？哇！干嘛？不是啊。喂，修。我干他 forever。都中计啊，都中计。对吧？我手上有红色的。有红色就擦啊。有洞就插啊！哎哎哎！我干嘛？我讲错吗？
它不就是有一个卡槽洞吗？插进去就是啦，对不对？那像康纳如何把人玩死？我如何把人玩死？基本上不要让我遇到会挂机人就好。哎、欸，要放钥匙了吗？放啊！有钥匙就放啊，有孔就插嘛。虚能，哦，虚能，不怕了，不怕了。这管子，你走过去，你的技能就被消了。消就消啊，我们又不是没撸管过，对不对，老外老？啊！你不要在那边装清纯啊！哎，林老师，我以为这个是虚能。还有浪费子弹在他身上，虚能导管、啊，白痴，白痴，快点，真是白痴。Opera， 吸血，吸血，吸血点。嗯，我马上去接呢。这边一定有血，既然是吸血，那这边一定有血。嗯。Opera， 干嘛？都是 Opera 的东西。Opera， 啊，我有钥匙，我有钥匙啊。怎么你也钥匙？你要说啥？我有，你也钥匙？我有一把钥匙。立马被西瓜洗，没一点。我来了，你就站着不要动啊，然后就可以死了。不行，不行。最近很爱 cue 你，没错啊，就是要 cue 到你会讲话为止。来，姐姐啊，要 cue 他 cue 到会讲话为止。没麦啦，你明明就有麦，电脑这么高级还没有麦，你的电脑配备都比我好了，对不对？还在那边没有麦？有啦，也有啦。随便那个小北百货买个228块的那个动圈式麦克风就好啦。对，还有蓝色的，我去红色，我去红色，我去红色。你太早放哦。哦，我他妈抓起啊！你干嘛、啊？你抓起开始进熊哎呀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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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你？干嘛？你要破除诅咒是不是啊？对。我一定要破诅咒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活下来。哎，林立，我们等一下要先放弃一下老外了。干，不行。他们的警报声就是阿拉花瓜。阿拉花瓜。